欢迎来到 Moon TV 新闻频道，我是裴兰英，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。王心凌爆红价码表流出，超狂金额比同期杰西卡多一倍。甜心教主王心凌参加大陆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》，一开播就唱跳经典成名曲《爱你》爆红，最后夺下总冠军，再次迎来新一波事业高峰。日前传出她即将与五位女星一起出演综艺《星星的约定》。节目招商金额在近日曝光，王心凌的价码整整比 Jessica 领军的另一档乐队的海边多出两倍多，身价相当惊人。乘风破浪一共推出两档团体综艺，星星的约定由王心凌领军，与阿娇、阿萨、吴谨言、黄小磊一同担任班底，另一档乐队的海边则有 Jessica、 于文文、刘恋、赵梦、张丽、张天爱，其他未担任班底的姐姐也会以飞行嘉宾形式登场。两档节目近日流出招商价目表，其中《星星的约定》总招商金额超过 4.1 亿人民币，约18亿台币，独家冠名就要价2亿人民币，约 8.83 亿台币。《星星的约定》光独家冠名金额就比乐队的海边的总招商金额 1.75 亿人民币，约 7.72 亿台币多出两倍。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因为王心凌，她在《乘风破浪》成名后带来巨大的流量，也为芒果台获得相当大的收益。微博上有网友曝光《星星的约定》所曝光的照片与影片，拍摄地点是在云南省大理市，一片山光水色下，五个人悠闲骑着脚踏车，除了王心凌与其他班底之外，还可以看到汪东城的身影。众人纷纷猜测第一集受邀的特别来宾就是汪东城。感谢您收看 Moon 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